点亮油灯，逃过一劫。深夜来到沙滩地，阿、啊、优出货了。刚刚挖到美人鱼贝壳娃娃盲袋，这次的贝壳有点不一样，看一下款式，外观有蓝色为主题颜色，配上小斑点，好像有什么秘密。翻开贝壳，看到一号拆字，可是这里又不让我们拆。不管了，拆拆看里面有什么吧。咦，怎么多了两个贝壳盲袋？这个黄色的外观周边还有些绿色，看着比前面好看些了。 它的边条也是一些小斑点。这次翻开后，有一双手拿着玻璃碗。这时天上的云朵下起小雨，所以我们要节约用水。接着我们来拆开这个盲袋。拆开后，里面有面具和鱼尾巴，还有些小星星。再来拆第三款彩色贝壳，它也是用蓝色和绿色一起搭配。我还是喜欢这款颜色。不止这三款，你们最喜欢的哪一个呢？怎么这里的水变成黑色呀？ 好像被什么污染了，看着小鱼也变成鱼骨了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？拆开看到蓝色的长头发，好像是美人鱼的，它到底藏在哪里呢？不会是藏在这个大贝壳里面吧？怎么这里有一个鱼骨头，看着挺惊讶啊！我们来拆开看，隐隐约约看到神秘物体，不会吧？这美人鱼怎么变成骷髅了？它的头部和尾巴都变成这模样，我们来把它的头发戴上去，感觉有点惊讶。 还是把他的面貌装上去，这样的美人鱼看着挺漂亮吧？所以我们要爱护大自然哦。